弯弯。第二水道屏东县龙舟水上发展协会，第三水道爱的风景院，第四水道建材新建。建材新建创立于1973年台北，由创办人陈建材董事长带领优秀的工作团队，致力于螺丝托牙机制设计生产，是一群热爱运动的年轻人所组合成的龙舟队。屏东县龙舟水上发展协会是一群来自屏东的热血上进的有为青年。沙克弯弯是一群喜欢龙舟的朋友群聚在一起。爱的初体验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龙舟比赛，那么希望他们今天都能够有各有优异的表现。Thank you.